大哥，我懂，那天我那天起飞在降落，你们只要降落就好。哦，真的，我真的降落不了，降落第三轮，那我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冷静。过了，都过了吗？哦，你好快，急都来得及。只是不能进去吧？进去吃早餐，去餐厅里面。我们两个人回来了。我们赢了。我赢了。我们是一个超早下来的。有没有骗人？阿乐是不是骗人？阿乐，你又躲起来了。我们等阿乐半小时的。阿乐已经出来了，他已经起床了。阿乐跟我还好，不是起床了。阿乐是一直没过关，真的。他玩了大概十次飞盘。不急。休息，阿乐再喝一口水。要让他降落，是飞车。大哥，我懂，那天起飞在降落，你们只要降落就好。真的，我真的降落不了，降落第三轮，那我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冷静。妈，你怎么又跟我在一起啦？我竟然哭了，我好笑。阿乐现在已经很紧张，他可能哭了，我觉得可能哭了。对啊，他应该很自责。我错，我真的不应该带着新手一起松懈的。第一次来，我不想让他觉得就是这么紧绷的气氛。手忙脚乱，不用动。好了，你哭啊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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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这个真的很难。那么一直说加入，我说我还要去起飞才能加入耶。什么事啊？我们等你半小时。我知道，我刚才看，我都9:30。听说你弄了大概7-8次啊。我是第一次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帮你拿。我觉得很戏剧性的，要放7-8次。我有一杯啊，我要咖啡。来。你管人家的想法，你就顾自己过吧。我想过啊，可是我过不了啊，所以就顾了一下他们。没事啦，我玩不好啦，没有变好。可是你哭起来好像一直在笑。一直在笑。